是荣姐他们，咱们有吃的了。对不住大家了，这周的粮食不多，我们省着点吃吧。这日子还让人怎么活啊？给我闭嘴！就这些，还是姐妹用尊严换来的。嫌少的可以去陪萧冬，他哪吃得多？我们也不想让你们挨饿，但世道就是如此。与其埋怨，不如想想如何一起攻克难关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陆岩，你去把食物平均分下吧。今晚谁想过去的话，提前跟我说，可以多分到一些。知道了。哎，荣姐。默默、佳怡，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不行，我们根本拿不到果实，哪怕我跟佳怡一起上也不行。要不让我去当耳吧，你们找机会去拿果实。夏白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让你当耳？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不如死了痛快。我不允许你这样自暴自弃。你不是恨他们吗？那你就要成为进化者，亲手去惩罚他们。佳怡，打开地下室的门。是。夏白，你等着，今天我们三个就一起冲一次，一定会给你拿到进化果实的。哦，这山庄还真是大呀。上一世张大龙在夺取这个山庄后就成为了五星强者，这里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，趁现在他还没得手，得赶紧找找看。哟，今天小白美女怎么舍得过来呀、啊、怕是饿得不行了吧。小白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把枪收起来。我跟你可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你害死我爸妈，今天我就要亲手杀了你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要我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的姐妹可都要陪葬。夏白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别劝我。混蛋，要不是你们这些臭娘们嘴硬不肯把秘密说出来，老子早就宰了你们。秘密？看来那些女人知道点什么，那就不能坐视不理了。朕、不想死的都给我抱头蹲下。你是什么人？好机会，臭女人给我滚开。夏白，你没事吧？都说了别动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别，先别杀他，求你了，把他交给我。可以，这把刀也借给你。贱女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去死吧。夏白，你没事吧？报仇了，我终于报仇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。我可不信现在这个世道还会有好心人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其实也很简单，我想知道你们在没有轮盘的情况下是怎么成为进化者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有一个要求，把这些混蛋交给我们处置。没问题。救命啊！饶了我吧！希望你没有被吓到，我的姐妹们只是压抑得太久了。我完全能够理解，倒是你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活着就是为了给家人报仇，现在心愿已了，做什么都无所谓了。那不如跟着我，我刚好需要一个干脏活累活，浑身沾满恶人鲜血的人。很像恶魔的召唤呢，不过我喜欢。好，交易成立。事情都办完了。走吧，我带你看看我们的秘密。喏，就是这个。虚伪鬼术，难怪。他的触手上会结出可以让人类进化的果实。起初人们很开心，以为找到了除轮盘以外的第二个进化方式。但事实却是，这只是虚伪鬼术的一个阴谋。